我覺得咧，國歌法啊呢個制定嚟講咧，都係會好小心啊，到到係好合情合理，執行起上係冇問題。喺立法會個立法個運作嚟講咧，因為佢有啲法律顧問，咁啊專嚟幫手睇下咧，即係嗰個法例啊有冇執行上有冇咩問題出現，有咩地方係唔清晰，咁啲議員睇過認為咧。呢啲問題都係值得問嘅咧，咁就會送俾政府嗰方面，咁政府咧就去回應。嗱，我哋知道咧，有部分呢個反對派嘅議員咧，佢哋係對於國歌法咧，佢係持一個反對嘅態度。咁當然佢呢個反對咧，係會唔會用好多嘅行為出嚟去拖延呢個立法工作？咁呢個好難講啦，因為過往佢哋好多時都有咁嘅做法，希望用拖到希望拖死佢哋法例。我覺得喺立法會裏面咧，得到多數票數支持咧，呢個係做得到嘅，因為多數嘅議員亦都覺得呢個立呢個國歌法咧，都係一個香港我哋一個責任喺度嘅。我相信今年呢個立法年度咧，應該可以完成呢個國歌法。